出道十年历经蛰伏的马来西亚歌手陈诗安此次风光入驻新东家华纳音乐，并在10月14日发行了自己的全新大碟《亲爱的偏执狂》。在见面会上，陈诗安不仅和广大媒体分享了自己出道以来的心路历程，更在现场完美演绎了新专辑中的多首热门歌曲，甚至还特意为大家带来了记忆中的经典《天后》。亮相也为陈诗安送上神秘大礼，复古的探照灯，借此希望陈诗安的音乐歌声能像这台探照灯一样指引大家透视剖析自我，找到最柔软的内在。此次陈诗安北京见面会的最后，华纳音乐特地举行了破蛋仪式，在媒体们的见证下，陈诗安击破金蛋，破壳重生，象征着突破重重困境和挫折的一往直前，也代表着暌违3年的陈诗安在2016年再一次带着新专辑《亲爱的偏执狂》破壳重生回归乐坛。